玩水危机，演出者由小兔兔帮你。胆小刺猬刺刺，这一集主角终于出现了，深水炸弹，快过来一起玩哦。可是这里禁止游泳耶。出来了，尼罗河蛇女。太良马戏团的海狗，刺刺，不是这样救人吧？最好拿那么短的树枝来救人呐、啊！我靠，尼罗河长尾鳄，这个湖就像哆啦 A 梦的异次元空间一样恐怖啊！帮你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就来救你。林北杜巴贝西啊！弗塞雷亚是海马之女。来宾，请为帮你默哀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谢谢，我们的主角终于过了。